嗨，能遇见你多么的幸运，一起为生命订阅觉醒智慧，来点有温度的香与光。本节目由香光尼僧团企划制播。今天由建坛来转述建银法师的心得分享。来点香光的朋友您好，我是香光尼僧团的建银法师，在医院担任临床宗教师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对生命臣服。臣服两个字怎么写？大臣的臣，服从的服。臣服就是服从、接受的意思。以前我对臣服两个字不太理解，认为那代表着懦弱、消极、放弃。人生应该要努力、积极进取，怎么可以忍受不作为、不改善的状况呢？直到最近，我遇到张先生，在他身上我感受到臣服的神奇力量。张先生的爸爸因为肺癌住进安宁病房，张伯伯90岁了，脾气不怎么好，平常就只有这位50多岁的张先生陪伴着照顾张伯伯。这对父子之所以引人注意，可以从这个情境看到。有一回吃药时间到了，张先生用手轻轻把张伯伯摇醒，张伯伯被摇醒过来，眼一瞪，毫不犹豫一巴掌往张先生的脸上甩过去。一旁的护理师真的被吓到了，要说为人子女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也是应该，但真的不容易。而一个50多岁的大男人该是什么反应呢？护理师难以置信地跟我说，张先生神色没有半点变化，安静地摇起病床，让张伯伯坐起来吃药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对于张先生的特别，大家难免好奇，医院的社工师、护理师都对他印象良好，他对法师也很尊敬。这一天我到病房看张伯伯，对我的问话张伯伯回应的有一搭没一搭，看起来是想睡觉了。张先生帮他盖好被，没一会儿张伯伯就闭上眼睛睡着了。我比一比门的方向，张先生一如平常的安静，点点头跟着我走出去。我注意到今天穿5分裤的张先生脚步好像肿起来了，随口问，您的脚怎么了？张先生淡淡地回我，没事儿。我带着张先生到病房区的小客厅，在谈话中，张先生说出了他的家庭。他在家排行老二，大哥从小不学好，爱抽烟、赌博，后来也吸毒。19岁那一年，在一场车祸中重伤，这一撞，大哥成了植物人。整整躺了30年的大哥在3年前往生了。他生病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由张先生照顾。我静静听着张先生的叙述，他说大学毕业后在他所服务的公司很被器重，很快就一路升到经理的职位，但后来因为家里面照顾哥哥的开销真的庞大，所以他决定自己成立快递公司，希望能多赚点钱来养家。我好奇地问，您这么忙，婚姻呢？很难得的，张先生竟露出了腼腆的微笑。他轻轻地说，他曾经2次跟他喜欢的对象论及婚嫁，但是当女朋友知道他家中有一个植物人哥哥要照顾，就打退堂鼓了。
迫不及待地提出分手。为了家庭庞大的开销，张先生也曾同时做多份工作，因为太劳累，他把身体搞垮了。但这种种经历在谈话中，他只是淡淡的叙述，我没有听到半句怨言。我很好奇问张先生，您怎么走过来的？张先生说，我求学过程都遇到好老师。我又好奇问，为什么您对这种种的境遇都能够逆来顺受，没有半点怨言？张先生缓缓地说出，孟子说，命不由人。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对他生命历程而言，是有多深的含义啊。我心中油然升起尊敬的心，尊敬眼前这个彻底认命的人。我看见臣服的力量，把最深的痛苦转化为最深的平安。谈话最后，我问张先生，您这么的为家庭付出，可曾有过或是未来有什么愿望？张先生的眼睛似乎有些微的亮起来，他说，如果家中没有挂碍了，我希望去中国大陆造访孔子、孟子等古圣先贤故居及古迹。我在心中深深的、由衷的祝福他，希望他能实现他的愿望。结束谈话，我们站起来。我注意到他脚的移动好像很沉重，忍不住跟他说，张先生，我建议您要赶快去看医生。他只是对我笑笑。接下来这个消息没有人不意外，跟张先生谈话那天是星期四下午，我便离开医院回到香光山寺。星期六再次听到他的消息，护理师告诉我，张先生往生了。原来星期四那天晚上，张先生的腿痛到不行，护理人员觉得不对劲，请他一定要到楼下急诊。短短一天多的时间，就在星期六凌晨五点多，因为肝昏迷，张先生往生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。心里想，这么孝顺、肯牺牲、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，怎么说走就走？这一刻，我心里突然浮现前阵子书上看到的一句话：好人就不会死吗？我心念一转，完完全全尊重他的业缘。我相信他的来生会是美好的，是良善的。我深深地祝福他。我想我明白了，这样的人视线在我面前，要让我体会臣服两个字。他在向我展现臣服的力量。我反问自己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可以做到他这样吗？我体会到臣服绝不是懦弱、消极，而是放下内心的抗拒、批判、抱怨、悲伤、绝望，安住在每个当下，了知现实即是不可改变，便全然地接受事实已经存在的样貌。我想象，就如一股水流，一颗大石头迎面而来，水流自然就分为两道，没有丝毫犹豫或停顿，就这样流过。原来臣服就是一种顺随生命流动，因此不凡而绝美，简单又深刻的智慧。感谢张先生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。感谢你的聆听共学。
愿香光宝藏一路陪着你，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。